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，因而众之。爻在其中矣，刚柔相推，变在其中焉，系辞焉而命之。动在其中矣，吉凶毁吝者，生乎动者也，刚柔者，立本者也，变通者，趋实者也，吉凶者，真圣者也，天地之道，贞观者也，日月之道，贞明者也，天下之动，贞夫义者也，夫乾，确然世人义矣，夫坤，颓然世人俭矣。爻也者，孝慈者也，象也者，象辞者也。爻象动乎内，吉凶见乎外，功业见乎变，圣人之情见乎辞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，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财，理财正辞，记民为非曰义。